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家雄，现在是2019年11月23号下午4点36分，我现在直播论语爱307集，2020年4月2号的部分，11篇第12章，明子四策，芸芸如也，子路行行如也，来有子贡，侃侃如也，子乐若有也，不得其使然。不得其使然呢，在第14篇第6章呢，南宫挂问于孔子曰：“益善射，傲荡周，惧不得其使然。与惧公甲而有天下，乎子不达。”南宫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，三德哉若人。”14篇6章呢，是孔子跟善德，孔子跟南宫挂的互动，是一个互相的尊重，然后赞许。所以像明子谦四策芸芸如也，所以。鲁人为长虎，明子谦为能救冠，鲁之何？何必改作？这个在第11篇13章。子曰：“善德哉若人，君子哉若人。”就是明子谦是一个善德哉若君子。所以明子谦四策芸芸如也，他不太讲话，很保守。子路行行如也，就是有话必说。来有子贡，侃侃如也，是该说的说，不该说不说。所以这三个呢，我们看到就是明子呢是一个智者不惑，不太讲话；来有子贡呢是仁者不忧，侃侃而谈；那子路是勇者不惧，但是若有也不得其使然。那他小孔子9岁，早孔子9年而过世，所以这个在《论语》里面其死，其他其死亡的死一共有6个。那其中不得其使然，不得其然，就在14篇第6章跟第9篇第11章。所以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，久以在由之行诈也，无臣为臣，无谁欺，欺天乎？且与其死于臣之手里，吾宁死于二三子手乎？且于众目的大战，于死于道乎？这是出现第一个其死。然后再来，子张问从德辩惑，子曰：“祖宗系其习义，从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惑也。”这个其死出现2次。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，我们看到孔子讲的这句话“其死其死”，我们在白话文平常讲话好像讲不太到，机会很少。但是我想在《论语》里面有出现这个6次，总是有它的一些让人回味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子张问从德辩惑，跟这个范子从有五欲之下，敢问从德辩惑，有点相应其趣。那在观念上，我时常会把它摆在一起想，但是其实。在子张问从德辩惑有，在樊迟从有五欲之下问从德修德辩惑，并没有谈到其死。所以这个其死回想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死掉了。然后第19篇25章，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公也，仲尼岂前于子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之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由天之不可及而生也。夫子之邦家，得邦家者，所以立事事立，导事事行，虽事事来，动事事和，其生也容，其死也哀。”这个其生其死呢，在这里是对应的很漂亮。如之何其可及也？所以像第5篇第16章、第16章这个其也很漂亮。子谓子产曰：“有君子之道，是焉。其行己也公，其事上也尽，其养民而惠，其使民也。”所以，我们讲说，其他人其，事实上在言语上、文辞上，尤其在写作上、在文辞表达上，所以其是很美的一个事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。